几千年的传统。我在赤鹿黄花就是做香港一个新商名流，他和弟弟之间在对革命的看法里面有南辕北辙的想法，导致他们兄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。是不是有提高吧？我最怕我扮演的位角色，他就是不是在香港大的，所以在戏里面很有趣的，我讲那些广东话里面经常都会夹杂了一些英文在那里。哦，先文我听过啊。我饰演的角色叫做小红，有一个偶遇的机会底下咧，就俾佢认识咗一位很有革命精神的年轻西医。大哥每一次失败就甘心放弃嘅，跟住咧佢又拆到惠州。我系饰演一个叫做周仲坤的角色嘅，佢又当时生活喺呢一个嘅清廷政府的腐败底下啦，咁佢都明白到佢需要去推翻呢样嘢，系一步步。好家庭，好倫理，好手足情嘅一出戲嚟嘅。5月7日至10日，葵青劇院見。